疗愈一下，有花啦，有山水，有像那个石狮，它是用九桃长的，但是它的画作又不一样哈。所以这里面虽然小小的，但是五脏俱全哈。你们这个地方很好，展览场所是很好的。谢谢我们这个局哈，那边局嘛哈，谢谢我们这个国税局给我们这个场地啊。这类似的真水，你看这皮肤，他在在我们学校有一张那个银耳冰哦，画的那个肤色之美，连教授都赞叹。教授来画都有名呀，所以这就是爱心爱精啦。教授无用啊，教授还要自己做。所以不可以随便盖的。我们这个招牌是盖用的，全国性。这个郑雅丽，这个是成人大学美术，就是美术系里面的教授，他的线条都很漂亮，这个也是蛮古的，应该是现代。好，这一位是林永发教授，台东大学的，现在好像副校长。所以一张画要画一个礼拜。哎，过来这个林正阳教授，他这是南华大学的系主任，设计系系主任，南华大学的啊，他现在也是我们会里面的理事啊。这个曾新平教授他也是成功大学退休，他是住在台东，所以我们的会员就是东西南北都有啊，说啊，那个台南生活美术馆以追梦为主题哈，那个以他们那个会员的名字，那他们的会员呢，事实上就很多都是国内外的。那个多项那个水墨奖的那个大奖的得主，那他们那个水墨的技术非常的精湛熟练的。那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的成员当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具有博士、硕士学位的。那他们也是很擅长运用那个多元的绘图，还有那个借由那个作品的那个创作。来展现他们要表达的那种意境啊，那不论是我们生活的体验，或者是对成长所定的情感，或者是对那个社会人文的关怀啊，都有着不同的风貌啊。那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叫绿野春游，那绿野是代表的那个广阔的那个绿荫大地。那春草呢，则有着那个春回大地啊，万物欣欣向荣的感觉。那借由他们展出的作品啊，相信可以引领我们进入艺术的领域，也可以开阔我们那个不同的生活视野。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。那接着我们就请